我叉 C90 的新车车主，颜值二手车贩子。今天带你们聊聊40万左右干的 SUV， 干哪个通透啊？点赞收藏，转发给你身边想买车的宝贝儿。你切记，我不可能让你背给我点关注，这辈子不可能掐车企的饭。我给你们拉出来几个推沟里的车型：星脉、XT6、探险者、航海家、0342、X350。如果你要画面，直接 GLC， 未来近7年不换代，让你摇头晃脑，面子十足，保值率还很稳定。还高配X3跟 Q5L 的，纯纯算半脑袋呀。剩下这六台车里边，除了XC90之外，剩下的我觉得都应该推沟里，要么没有性价比，要么没有优惠，要么老轱辘棒子，要么二手车不保值，要么价格还没到位。XR3现在已经有10万起步的优惠了，真想干这台车的，等15万起步的优惠，咱再研究。虽然同为进口，虽然它是新款，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，XC90 全款优惠25万左右啊！所以我干了它，炒了底呀、啊。XR3要比上一代内饰还要小，我承认这台车的用料、做工并不差，但是就是价格问题。每天带我们了解新车二手行情，作为车圈颜值博主，必须靠谱。买完车的千万别看懂车帝降价排行榜，我怕你气得蹦起来。如果近期想买车，可以去懂车帝看一下，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，让你买车不买贵。